今天我们来好利来啦，这边是他家的经典款式，这面蛋糕墙真的太美丽了，面包区也很丰富，还有许多粉粉嫩嫩的小甜品，很想要那个药丸，但是今天没有，全都是粉粉嫩嫩的，粉粉的，哇，上面有那种波波的珠子，酒精让它曝光了，哎，人特别多，哇。掉渣掉渣，这个是小浮云，来尝一口，脆脆的，这个最后一个小南瓜里边是真有黄色的南瓜，这个比较清爽，最后我们又打包了几款，袋子也是美美的。